第六题，光年是下列哪一种物理量的单位？所谓的光年是光走一年的距离，所以它是一个距离的单位，不是时间的单位。虽然它有个名字叫做年，可是它是距离的单位。所以我们第六题问，光年是下列哪一种物理量的单位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距离。